最后一关啦，这个身上都还没有半毛钱的，请举手。哎，只有我。没有，真的，三个，没有，还有谁？没骰到。哎，矿花新的一年你不一样了耶。他越走越糟糕，哎，怎么回事？你新的一年你怎么会没有战力啊？可能是时差的问题吧。还在纽约啊？还在美国？还在美国？纽约？人在台北，心在纽约。还是因为你跟鞋子站太近？不是，被感染，应该不是。你今天是不是都跟鞋子同一组？对，但是我今天早上第一关是我害了他。哦，我不会怪他的。因为他随遇而安，新的至理名言。因为要这个世界要气，有太多事情要气，对，气不完，所以不想气了。很好，好，最后一关要做什么？这一关会分两队，然后是由演艺圈外貌相似的兄弟，分别是姚晨啊来当队长。那我来这边，太像两个，要进行下一号大猎杀。哎呀，这大家要前往园区，寻获到大头牌就可以知道那个人是属于哪一队，然后询问到主谋牌，可以询问任何一个人他是几号。限时内存活较多的队员和队伍获胜。哦，限时15分钟。哇，比之前还难呢。但是我先讲的是，那个纯药队是13579，单数，爵士队是24680。哦，对，双数就双数就是这个。那队员怎么分？戴尔会抽，但是本人也不看。所以你也不知道你自己是几号。好啊，待会会抽。待会会抽。哦 ，OK。然后猎杀方式讲一下，就是丢数字。丢的时候喊丢，因为错杀是本人要淘汰。超小心，你会故意去碰他。你们那边窃窃私语干嘛？没有，我们这样在看你们两，你看你们两个手插要动作，然后听讲话一直点头，然后笑也是抿嘴笑，超像，超像，站姿一样，然后听东西的反应一模一样，你们好像复制人哦。不是，超夸张的啦！对，我们是狸猫换代子，狸猫换代子。哎，你妈看到他有没有怀疑一下自己？我看到他，其实我自己都怀疑。真的好，是真的很像，因为特别他就是因为他很年轻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他，但他真的很像我。我们早期的那个时候，就我还算很瘦的时候。那我们要不要去抽号码？要抽号码，对对对，抱歉，我们开杠了起来了。哎呦，来了！哎呦，干什么？要出发了吗？你们在查什么？查星座，上升，上升。因为他一直想要跟我示好，我说，因为我受伤太多次了，每次我都是试着要相信他，最后我都还是受伤。骗人跟星座有关啊？我们聊到啊，因为我就是处女座的，我就会记在心里面，然后受伤了，我就真的很难再相信了，而且要很长很长时间才会再信任他，才会修复。所以他刚刚跟我讲，处女座自己也很爱骗人。对啊。我没有。我都诚实的。最少骗人，我超少骗人的。哪里很少骗？他没有骗人，他只是没说而已。哎，好，来，准备了。姚丹孙双，好，姚丹孙双，限时15分钟。姚丹孙双，姚丹孙双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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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大家都往前看，主谋牌。想问谁的号码？我自己的。你是？小声一点。好 ，OK。蔡黄璐是你的队队友，好。小优，姚，姚啊！哎呦！主谋牌，主谋牌，我先问我自己。这么前面？主谋牌多少？怎么会这么刚好？哎嘿，处女座的男人，真是他是姚晨的。啊！啊哈！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哎，姚宇提卡，姚宇提是。要放回去是不是？
试过，你还是不知道号码、啊。小优在这，哎，怎么这边转呀？这可以跟我同伴吗？不行，不行啊！你去。我现在会跟你讲他是什么队。哦哦，他是孙。行，但这个放这边吗？对，就放着就好。小优，你好，他。刚才哥跟我说摇唇绕嘴啊。你可以问说，我是几号？你是几号？我是二十号。第一个，主谋牌，许梦哲是几号？二号。梦是二号，姚丹孙双嘛，对不对？对。二号有一个梦。OK， 好。为什么你这里只有两个？我聪明吧？哎、欸，可是这个是空的。对啊，会有难九人傻瓜。哎、欸，问完了可以拿走啊。牌不一样，有一些要放回去的。哦。你要？那你那张应该也是要放回去的，你不可能拿那么多张有用的牌。那我们要资料共享。好。你刚看了谁？我是怎么看？我跟你讲，小优是咬的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刚看了、啊，我看了拿到小优了、啊。哦对，好，那快点。所以他是单数。他是双数，姚是。姚是单数啊，你姚是单数啊。我觉得你怪怪，我不能跟你说。哦，那没有，我是记错，我是记错。好，那我跟你好。许梦哲，双数二号。你怎么知道？啊，你刚看了，是吗？你看，我是不是跟你资源共享？哎哎，等一下，哎，我跟你讲了这么多，你是不是要跟我分享？你看到什么？我就是第一个听，但这个不能讲。那我跟你分享这么多，我根本没获得啊！好，这个要放回去哈，所以这个是二号。姚春耀，牌子可以继续拿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我放了一个，可以，人头牌继续放着。啊，我的背撞到，哎呦，牌子可以继续拿。哎，我们是这样，姚丹孙双。我跟你同一队，姚春耀，他就是不同队啊，他只讲队伍啊，对啊，然后我跟你讲，我二号，你是你，哎，你已经问到了，对，我刚第一个拿到我六号，我六号 ，OK， 好。这是什么这么公开啊？这怎么这样？什么意思？小优是姚的。好，我们是队友，确定吗？确定。你是他？哎，三子，牌子不能拿走。三子，请示。主播牌可以拿走。是他的。摇身掉。那队友？对，我们是队友。下游。队友。我以为你要骗我。我已经拿了牌。有，那边有东西。那我们小心。你要看谁的？小优吗？小优是姚纯耀队的。小优也是我们的。好，小优。哪边？谢谢，我爱你们，基友游戏之友。小朋友最棒了，单纯无邪，最好是主谋牌。啊，我自己。你是姚纯耀队。啊，我是。这边还有一个。什么？这边。阿姨这边。我爱你。好。哎呀，你等一下跟别人不要跟他们讲了，你跟我讲就好了。我刚讲到20。啊，你那么棒，别忘了录影。好了，27，打到27个。阿姨都没有，你那么会找哎。那边还有啊，不要再找了。好，你要问谁？那我问，我现在知道我是单的吗？我问个好问。那孙写字是几号？我知道我是单的。孙写字是6号。16。我应该希望我自己几号？拿走，什么牌给我？这个拿走吗？
有一个主谋牌，我问，我问要跑得快的，我问王仁甫几号？先问三号，所以拿三号。好，哎，这个难杀哎。哎，王仁甫，仁甫是姚纯耀队，姚纯耀队就这样。哇，好难哦！高山峰，高山峰是姚纯耀。我问到，我问到，高山峰、姚纯耀都是王仁甫。高山峰、王仁甫都是王仁甫、姚纯耀对，王子称号对不对？他蔡王仁甫，姚纯耀，小优。姚纯耀队，哎，我们从头到尾只找到了两个人。你应该是跟我同一队的。我不知道我是谁，我不知道我要去哪。你应该是跟我同一队的，因为他们已经出来了。高山峰、花花、小优，都是姚纯耀。那我的意思是，他们就五个人吗？对啊，所以你一定是跟我同一队。啊，我在哪？不知道，还没问出来。谁的？Mountain 哥。Mountain 哥是你的队友。Mountain 哥也是我的队友。好。我恨大逃杀，我恨大逃杀。哪里？那天哪？那天哪？那你在哪？哪走了？我。哎，谁啊？哥的人来这招，要用抢的，是不是？当然啦。这边有一个。仁甫哥，王仁甫，我们是姚纯耀的队伍。小优、芒藤跟花花都是我们的。好，仁甫哥也是我们的。仁甫哥，我们跟小优哥一样。我们已经有找到我们全部。仁甫哥，仁甫哥过来。马上。一起看呐。小优给你，小优给你，我过来。还有，怎么那么多小优啊？还有，怎么那么多小优啊？我死掉了。那我就死掉了。啊！这么快啊！我才刚开始哎，收工。啊！他杀王仁甫，他杀王仁甫。有机，许梦辰有机会问高山峰号码。我好像远远听见有人叫我名字，等一下，我是不是要先躲起来？等一下。王仁甫逃难。啊！他刚刚这么努力的热身，把自己的鞋带绑紧，他就这样死掉了。你们是？你们是孙？你们是孙的？我是孙。对，你是，你也是孙的。我是二号，我是二号。我是十。你是十是不是？那我应该杀一号的意思吗？对。我们还有圈圈跟他，高山峰、花花、小优都是姚纯耀。都是姚纯耀，对，现在只是没有号码而已。好，高山峰、花花、小优都是他们。一个，这边一个，这是不是都是人的牌子啊？感觉，啊，主播，魔牌，那玩玩我的。对，拿走，七号。我是七号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讲，我这边有号码，刚好拿主魔牌，我跟你讲，鞋子的六号。鞋子的六。有什么那个都互相分享。好，这里。啊！我找到我。你是纯耀队的。高成哥，我跟你讲。什么事？我们是同一队啊，傻瓜。什么事？没有，你先在里面跟我讲。我没有。好，我没有。不要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对，我刚确认。对，小心。好。我跟你讲，我们是团队，有跟你姚晨耀，然后花花我们是同队，还有仁甫哥。然后我现在得这线索是孙鞋子是六。然后姚宇婷。有，我有。你是吗？找我们。找我们。谢谢你们。找我们四个人一起。好，鞋子哥会杀我，因为我是七号，我是七号。那你小心，对我躲鞋子哥。好。所以仁甫哥是几号？哎，我们去找盒子了，找盒子。所以现在只有。现在只有知道花花是七，但是主魔很重要，对，你小心哦。他们很像是一队的哦，
你要去跟他们一起。该不会我其实跟他们一对啊？也有可能。你们是一对的吗？你看他。为什么你们要在那边讲话？你看他，那边有一个像女鬼一样的。我就问你们是不是一对的？哎，廖宇婷，你几号？我都不知道啊。这里有箱子吗？有啊。你刚刚想要都打我吧？这是王仁甫啊。死掉了。他死掉了。对啊，也没用。哎，没用。仁甫哥好可怜哦，他一个人。还没有人拍他。对啊。有。拜托，是主谋卡，是主谋卡。主谋卡，哎，你就要问谁？因为我现在得知鞋子哥是那个六号。对，然后呢，那个我们的花花是七号。那所以还是我问我自己。小优是几号？小优是五号。好帅！打场，我们先打。兔子，要什么？什么都没有盒子啊！你知道你几号？我知道，几号？你不要在旁边，你好可怕！一号，你几号？好可怕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！不要在我旁边，对，最可怕。是耶，是耶。谁在等我？江乐，江乐，江乐，你是孙？但不知道几号，对不对？哎，过来。鞋子，一个主谋，要先谁？先问谁？先问谁？出一个就有了。先问谁？可是我看先杀一，先杀他们两个，先不出来没关系。可是丫头可以杀一号，因为一号会杀你。先问他们的一号是谁？好像要问人，他才会讲。需要问人哦。我就问他们队长了。还在问你？队长，姚春耀。姚春耀一号。我靠，那你们叫一号？丢！吓我一跳！丢！吓我一跳！Yes！ 我靠，他们！那我现在只能……怎么样？你杀姚晨晨。OK。对，小妖是五号，因为鞋子六号，你是五号。他是五号。春耀，有新号码吗？春鞋子淘汰。对对对，他刚那个小优是五。OK。五，你开这个。没有啊，这里面没东西。哎，有。那我现在要问谁？好，我问丫头，不对，淘汰，詹子晴，怎么样？姚春耀，你几号？我不知道，所以我现在可以，你要跟我走，你可以问，你知道我几号？但你对我没有威胁。春耀淘汰，姚春耀淘汰。啊，我现在是轻松了。丫头淘汰了，姚晨耀，姚晨耀淘汰。对，丫头丢了。队长是几号也不知道，对不对？队长是詹子晴杀的，所以等同于詹子晴杀。姚晨耀，所以我无敌了。对，我所以我无敌了。但是我现在不能杀人，因为我后面卡一个四号。你不知道四号？四号是谁？四号是我们队的。你是几号？你知道我不知道。那你看九号。那你问到什么事了？你是不是有没有他们其他人的资讯？没有，我这么了解。小优是五号，小优他也不能杀人，因为他卡一个七号，所以现在他要看七号是谁，他们的七号。反正你们三个七九吗？啊，没有，你是五号。不，我是二号。七跟九是他们的，七跟九是他们的。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还要再多找他，对，不然没办法。
然后发到七号，然后那个孙杰志是六号，所以是死了，所以是死了，所以他是被五号杀死的，是被小优杀死的。对，这样子会把幺七号淘汰了，你现在我知道，我现在找到主谋，我已经淘汰他了，我知道，所以你是，所以你是五五，对对对，你们自己最后结是什么？我觉得你问你自己，好，要不然你就问敌人。那我问看起来对我没有戒心的姚以缇，姚以缇，姚以缇是八号。我可以杀八号。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可以，没事，我先杀吧。我跟你说，没有没有，我先去跟姚以缇讲话，你找机会绕到他的，因为你这样太明显了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你朝他走过去。姚以缇，来，我们分享一下情报啊！我们刚刚分享的交流的还不错啊。啊？猫男哥，那个不是看过了？这为什么又是王仁甫啊？等一下，他为什么有？他是幽魂呐！你站在我后面，我现在无敌。大海，你还要小心后面哦。好好。徐梦泽，我选你这个木，这爆发力，这个爆发力我蛮喜欢的。哇，这是三角关系。你干嘛？好可怕！反正我们人比你们多，我们一阵乱杀，总会中。一阵乱杀，杀死了。赶快走开！没事。赶快走！一阵乱杀，杀死了。杀！哈哈哈哈哈！Sorry， 哇，哭哭哎，淘汰者要去哪？是啊 ，Yes， 虾仁就一样了。花花丢的，花花丢，那你就是四号。对，完了完了，我要小心包单模。我被杀，美妞，美妞好吗？那美妞三小优。高山峰，高山峰，因为可以杀我，然后你剩群群可以杀小优了，好，然后我们两个无敌了。好，他们现在在商量什么？没有没有，他是想杀我。小心！丢丢！丢丢！压到了！压到了！好惨！好惨！可恶！耶！可恶！我找不到主谋盒，然后你可以丢花花的，对，因为中间死了哈，我要两个人围攻他，圈圈杀，这是圈圈杀，圈圈是圈圈是四号，所以你们搞清楚大家了吗？小优淘汰。不好意思，等我一下，等等等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所以战况是不是有点不妙，是不是？听到你们队的名字有点多，是不是？来看一下，分享一下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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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分享一下，一起看一下。我那边大家都不写的，那我就记忆力不好。你们现在在比这个就对了啦。刚刚就连花花丢姚以缇，我也不知道他几号。我们号码取得的是有点慢。你也不晓得姚以缇的号码。对，所以我也不知道花花的号。哎，他们在干嘛？谁找花花是什么？他应该躲起来。哎，花花很会跑哦。真的？嗯。那我把他赶去你那边。对，但现在要先找到他在哪。怎么没有主谋牌了？或者，哎，这是不是刚看过？怎么没有？哎，主谋牌。还知道什么？我想知道，猫腾哥。他是九号。完了，猫腾哥。我还在那一区。
你走那，我走这。计谋就是一直把你拉住聊天，这是你的计谋吗？然后他就帮我围攻。对，我刚已经认定我跟孟哲要对决了，你知道吗？好喘哦！哎呀，精彩精彩啊，很精彩啊，很精彩啊！无聊哎，我才招两个牌子，我就被请到外面来了，没办法，因为所有的最一开始所有的数据都指向你。那他是最惨的，为什么？游戏开始不到两分钟我就出来，因为我冲出去，我第一个牌子我就找到主魔牌。哦，真的？你一定是先你问你自己嘛？对。然后接下来我又，然后他从我这知道你是敌对的，那怎么会？然后他又再找到，然后我又再找一个主魔牌。好厉害！然后他就因为你是敌对，所以直接问。然后我就想说啊，人府跑很快，我先问人府好了，刚好让我问到三号。对，然后我就想说，所以这也是一个运气层面，这也是运气层面。对啊，我根本才拿两张牌而已，然后他跑过门丢，我还想说你干嘛丢我？我还刚然后就挂了，还没进入游戏状况哦。好了，所以你们可以来滚，可以来滚了，对不对？滚筒子，业公司红包不干脆啊！好，我们优胜这个队伍可以来滚。滚红包，哇塞！但我还是要再 murmur 一下，就你们这个公司不会有向心力的。你说五十块、十块就知道这家公司有多小气了，真的是超过分！你们这样子哦，真的是超不公平！哎呦喂！哎呦喂！哎呦喂！对对对，撸低一点，撸低一点。好，哎呦喂！制造凹槽。怎么那么开歌啊？手脚。好。兔年行大运，对对对，拦截了！兔年行大运，慢慢的，慢慢的，拦截，有有有有有有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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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！哎哎哎哎哎！三十没有啦，三千呐，三十比较多，三十比较多，真的啦，啊！你们这公司啊！来来，下一个，等一下。所以我发现啊，我好像有效哎，有效有效。所以那边停下来之后，他又再回来。下一位又很深啊，9000，9000，快六千了，快进六千了，他六千了，来了。啊，500，啊，三百，谁啊？谁啊？这个起点啊，这个起点。50，50，6050，6060，6050，6050，前面多少哎？没有啊，他没有，没钱没钱，没关系啊，3000，3000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这也没有，这回去没有，这个没过500的几点都不是50就几点，还有机会，50，50，50，50，50，不错不错不错，有一个金色铜板，你还比我多，我30哎，其实丫头根本不用有压力，你不会在意，对，你没有压力，我跟你讲，丫头他们公司玩这游戏后面都加3个0。来了，换大力士，大力士，有吗？回来，再出去，三十，我们来报告一下自己的金额好不好？从姚春耀那边，哦，我是3020，3020，不少哎，错啊，我是低效果砸空，我也是50吧，50，20啊，20，50，50，爆炸，肌肉，3050，30，6050。哦，不错，50，35块。你这昂包的，对，这个春酒实在是哦。对啊，这里9张是有钱的，然后如果抽到鬼牌3张，这3张是没有钱的。有3张鬼。哦。
30块了。给你30块，你就把鬼拿走。你把鬼拿走，我给你300啊。有没有这样算算？我合理，我比他们大气多了。我认真讲，沙扎哥真的没什么，就是拿掉鬼牌好不好？你们帮我集齐，啊，鬼牌，抽掉鬼牌，抽掉鬼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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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鬼牌啊，鬼牌，鬼牌，鬼牌 ，yes， 鬼牌 ，yes。所以接下来帮我35块，因为我发现我35块连去 Seven 买一杯百事都买不起。我给你350，好，鬼牌，你有那么多钱吗？好，你有3000，鬼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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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！我35块，新年快乐！他钱送的好快啊，这个春酒，这个红包实在是。好，来下一个，冲到50。鬼牌，我帮你们把鬼牌抽走。对，鬼抽鬼牌。鬼后抽鬼牌。鬼牌啊，完蛋了！有力直接中杀了。哎呀！啊！兔年行大运，鬼牌在哪里出现的？鬼牌中间。你凭感觉。他不会，他不会放中间第二张，中间第二张，鬼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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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鬼牌，我为人人鬼牌。啊！好，加油，加油，鬼牌！再拿一张鬼牌，都走中间呐！鬼牌，加油，鬼牌！啊！50三人组，3000的，先我3050。我觉得我会掉进去，我知道了，没有鬼牌。来，詹子晴，3000的。鬼牌剩2张嘛，鬼牌剩2张嘛。OK，好棒！好，3020拿走，3050先拿过来，我一定拿到。一定拿到，一定拿到，一定拿到。真的？好神哦！想拿那张哎，就说找。我不敢，你的那多少？你6050哎。不要。6050，四分之一的机会 ，OK 啦。其实拿到的几率蛮高的，拿下来，拿下来。我觉得相信一啊，四分之一，3%可以拿钱，一张啊，3%可以拿钱，你有信心？我也觉得75%，75%。其实这样偷偷加一加，也还没破万嘞。现在最大，有啦，有2000的，对不对？2000，1000，1600，那就11000多。对啊，他们省了压力。算了老半天，其实跟我们平常也差不多啊。直接给了吧，多很多，12000多哎。好，各位同事，我们接下来过完春酒之后，就要开始为公司效力了啊。那。这个想要离职的，我们就要现在拜拜。我想集体离职，他应该会加薪。这个向这公司向，我们一开工完那个集体离职，他一定加薪。对对对，公司向心力不好，不好呀，老板这样子做事情不太行。我连鸡排都买不起。好了，不过这是辛苦大家了，今天给自己的掌声鼓励一下。大吉啊！两位新朋友第一次来，之后也欢迎常来，好不好？好，就是拍拍戏之余，来我们这边就外面走走玩玩，也很开心的啊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最有趣的接游戏，我们下周见喽，拜拜。